Pegasus de Tarbes 2015 Le Mondial Lacrosse Jun Xin Sang Taiwan.13岁的曾俊欣一路过关斩将，拿下全欧洲最高等级少年网球赛冠军，而这也是33年来第一次有亚洲人赢得这个比赛。最难拿到，然后最辛苦的就是这个。他是台湾最年轻的小球王，很腼腆木讷，个性非常沉稳，在他的世界里似乎只存在着网球。这是每天曾俊欣必做的基础训练，从脚步锻炼、用腕力动，每个动作都扎扎实实。Ready, go。这个就比较慢一点，那慢慢的要。陪伴身旁的是曾俊欣的父亲曾立德，不是网球选手，却为了儿子去上教练课程，考取教练证照，还身兼贴身教练。Go, 快快快！其实拍摄的这一天，距离俊欣下一场前往德国的赛事剩不到半个月。我希望明年可以打美网，就是打进会内赛，因为我现在排名170几，我希望明年的排名可以前进到100以内。要提升球技，俊欣需要更多元的训练。但网球选手的培育耗费实在庞大，如果他一个月出去巡回的话，大概都要花到50万的经费。体育署有针对所谓优秀计划、潜能计划，在补助我们顶尖的职业选手跟这些像曾俊欣这些潜能的选手。但毕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一整年的这个巡回的费用，其实这些公家补助款是不足的。多亏去年俊欣获选台塑未来之星企业赞助，有了经费支持来源，才可以聘请西班牙教练到台湾直接进行赛前特训。以往就不可能请国外教练来嘛，因为这个发挥有点大。俊欣学得很快，有着同年龄孩子少有的专注力，还懂得战略，过人的优势让他的成绩冲得很快，甚至被法国媒体赞为神童。是他在场上的那种专注力啊，特别让他们觉得不一样。要有天分，也要努力，这两个都要。所以你真的觉得自己还蛮有天分，是吗？是吗？是，是啊。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。曾爸爸爱打网球，小小俊欣跟前跟后，4岁第一次打网球就能球球击中，5岁接受训练就有模有样。哥，你这个左脚怎么没有踩出来呢？你都一段这样打。喂，好棒！出来了。对球就特别感兴趣，就觉得很有趣。记得有一次他就。在那边玩，然后就拿起球拍起来，然后就打，就觉得他对他那感觉很好。曾俊欣很早就被发掘往选手之路迈进，小学一年级开始参加比赛，8岁起挑战国际大赛，也远赴美国接受训练。用无数的汗水与泪水兑换一座座的奖杯，但每一趟出国受训，每出去打一场比赛，都是沉重负担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啊，那种他们的那种消费的概念跟我们差很多啊。对啊，可能是我们几倍的价钱嘛，一个炒饭要300多块。后来，又找到了那个。那个中国餐厅嘛，中国的buffet，那种就哇，那种就又多，然后相对又比较便宜啊，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去，不论到哪里都会找那样子的餐厅，又吃得饱。斤斤计较是迫于现实的无奈，因为所有经济来源全靠父母在夜市摆摊。最后档哦，谢你哦，40几公斤纤瘦的曾妈妈，每天下午3点推着推车到摊位上。
事前准备就要不少的时间。傍晚五点多，巷口出现父子俩的身影。俊兴出点状况，大腿抽筋，提早结束了今天的练习。但是回到家并不是就能立即喘息，训练还没完呢，得在坐上40分钟的收操，这样俊兴依旧不喊累。倒是罕见的抽筋让曾爸爸很担心。让我舒服吗？啊，太重了。再痛再苦，这是一条自己选择的路。14岁的俊兴总能咬牙吃下去，就像是为了长高去打试。大概多了0.3吧。是吧？哎，好，你可能饭要再多吃2碗了。厕所的墙上贴着俊兴跟弟弟的身高表，长高一些，手脚长一点，都是场上优势。因此，曾爸爸严禁俊兴吃冰、喝含糖饮料，还规定晚上8点半就要准时上床睡觉。可能是因为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就感觉还好。升上国中之后，俊兴也晋升到顶尖球员行列。他很难跟其他同学一样上课，练完球一有空档就赶快自学，再有时间就到摊位帮忙。俊兴的爸妈原本任职会计师事务所，后来在夜市摆摊，是想累积资本做生意，却碰上 SARS， 只好继续留守摊子。没想到后来为了俊兴练球摆摊，时间反而弹性。这样子的工作是最适合我们的状况嘛，因为白天可以陪他训练，然后晚上可以赚钱，然后可以支持一些家庭的开支啊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。10多年来，夫妻俩就靠着卖一只几十块钱的糖葫芦，筹措俊兴需要的庞大训练费用。但只赚铜板实在很难支撑出国受训的花费。比如说你一年你的收入比如说你只有50万啊，那你就可能出国训练啊。妹妹这怎么办？减少次数啊，或是训练的去国外训练的那个时间就要缩短。你好，哪一种？一串吗？俊兴并不擅长与客人应对，通常他是窝在摊位后默默折着纸盒的，偶尔还会有粉丝求见夜市小球王。他们来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都已经睡觉，可能就说他们有在电视上看到我，然后就很就是想要来帮我加油。只有开口说话时的俊兴看起来才比较像14岁的孩子，过于成熟懂事总让曾妈妈心疼。看到他有时候就是睡觉啊，然后吃啊，各方面就是都会限制，可是其实他都觉得没关系。对啊，那我就会想说，对啊，他是小孩子，他都那么能够吃苦了，那更何况是我们又是他的就是父母亲，就觉得好像也没那么辛苦了这样。这是一家人难得相聚的时光，一年365天，父子俩有将近200天在国外受训比赛。追梦之路漫长艰辛，但曾俊兴执着而坚毅，也用童年不断换取傲人的成绩，朝着目标大步迈进。